EVI 同埋香港家庭教育學院一齊搞嘅 CO 家長幼兒教育證書計劃咧，我哋嘅目的咧就係希望鼓勵多啲學前教育嘅家長咧，能夠重新學習做父母嘅角色。我哋有不同嘅題目同埋內容，譬如話家長點樣做好角色啦，點樣積極咁樣鼓勵啲小朋友去學習啦，同埋點樣去令到小朋友咧學習係有興趣嘅。咁我哋除咗去一啲學校裏面有啲專家去提嗰啲專題嘅講座之外咧，我哋更加鼓勵啲家長咧係進入 EVI 嘅網站裏面咧係瀏覽我哋嘅專家嘅文章，而大家睇到不同嘅文章裏面咧係幫助大家提升做家長角色，而能夠喺嗰個學習裏面咧睇到足夠嘅文章咧，我哋都有一定嘅證書嘅獎項俾大家嘅。咁所以一個係一個俾大家有機會咧透過講座同埋網上學習咧，重新去認識我哋做家長角色，令到家長做得好咧，我哋子女係會更好嘅。CEO 家長幼兒教育證書計劃，除咗為學校舉辦家長講座之外，更加會透過唔同嘅實用性文章，俾父母明白家長角色嘅重要性，推動家長教育。咁我哋又点样可以睇到呢啲咁实用嘅文章呢？大家可以登入 EVI 网站 www.evi.com.hk， 进入家长频道，之后点击 CEO 家长幼儿教育证书计划文章阅读呢个位置，咁就可以见到我哋为大家精心挑选嘅 CEO 家长文章啦。大家只要看完這些文章，跟著完成文章下面的評分和投票，再答埋一條有關文章的問題，完成了以上的項目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張電子貼紙的了。大家也可以在這裡看到你的閱讀記錄。另外，大家也可以利用 EVI Apps 入去家長文章，都一樣可以看到 CEO 家長文章。這些有綠色 CEO 家長標誌的就是這個計劃的文章啦。順帶一提， EVI App 除了提供家長文章之外，還有通識漫遊、學校日曆、通告、校園相冊和 EVI 最新消息等等的資訊，各位家長記得下載啦。講返 CEO 家長文章啦，我哋只要利用流動裝置下載 EVI App， 睇返有關文章之後完成評分、投票同埋回答問題，都一樣可以攞到電子貼紙㗎。當你攞到30個電子貼紙，就可以得到3級榮譽證書；有50個電子貼紙，就得到2級榮譽證書。當你儲到50個電子貼紙，再寫埋一篇個人管教子女心得，就可以得到1級榮譽證書噶啦！各位家長，快啲嚟睇文章，做個稱職嘅 CEO 家長啦！